我是又又是我，今天来玩一下 Steam 上面的免费游戏《剑剑剑 Error Error》。这游戏就是照着手机上经常会弹出来的凡人广告来制作的小品。最赞的部分是在游玩的时候，《剑剑剑》并不会有广告弹出来烦人。虽然肉哥 Roguelike 型游戏一直都不是我的菜，但是这一款真的会玩上瘾哦。听着那悠闲又简单的 BGM， 从慢慢的播放开始到后来越来越快，我就这样沉迷了玩了几个小时。这游戏的玩法也很简单了，就跟那些看到的广告一样，操控着角色选择左边或者是右边的奖励，人物死掉了就回去拆单，可以去商店里升级道具。不过其实能升级的道具也不是很多，前期在游玩的时候可以尽可能的去选自己没有看过的道具或能力，这样才会解锁出现在商店里面。大概玩了一个小时，基本就可以全部升满了。全部升满之后玩的就是达到游戏内的各种成就了。如果只是想突破5000分或10000分的话，先存个1000金币左右，真正的游戏才开始。开局打赢第一个 boss 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弓，这会影响御剑的发展。我自己是选择走蓝色弓御剑流，因为蓝色弓的御剑四级开始就会增加速度，遇到不想要的东西就可以点右上角的金币给刷掉。我是很幸运玩到一轮超级爽的，一周目一直选御剑也没遇到什么意外，在二周目将御剑升到20级左右就几乎无敌了。玩到后面速度快到都不知道自己选了什么东西，一路莫名其妙的就破了10000分。如果后面时间允许，我也想开多一个 Steam 的新系列，去 Steam 的免费游戏里挖一些有意思的小品。希望 YouTube 可以快点达到盈利的门槛吧，只要一个月的收入能够达到$400左右，我就会辞掉现在的工作，每天专心做 YouTube， 做出质量更好的影片了。我是又又是我，订阅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